保利基督教病院甲饭店跨界合作的签约仪式，特别来到一个谈基班，希望未来互相交流之下，工作压力大的饭店员工会当更加健康。保利对着病人的服务，也比较饭店的高贵个接待。健康照护与游乐，还有每天的生活当中，这样才是真正的一个健康照护啊！所以我们跨界跨领域里面啊，我们也希望医院也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好的一个策略联盟，然后对于云品饭店来讲，他们也可以把这样健康的照顾的概念也摆在企业经营里面。那我们也真的一直在想说，怎么样好好照顾到员工。那院长这边也提出很多的建议。那在于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些照顾员工的政策上面，确实是符合到我们的需求。所以非常感谢有这样子的一些课程，然后还有一些这样子一个体验。为了庆祝这个跨平台合作的开始，并且提倡家庭的跨世代旅游，饭店业者特别推出大房优惠，提供给地工同的家庭拍五折优惠。皮皮乡东公村102岁真水郑清顺，就欢喜带着全家15人做伙来住，张未温馨。哦，真欢喜，真欢喜。哎，阿张来遮住嘛吼，感觉安怎？啊，真好啦。啊，迄个咱这个粉品的大饭店哦，哦，对，这对我是真好。就阿大家来住遮，遮的光景真好。哎，大家爱来做食，哎，饭店安举办这个呢，哦，阮大家安尼斗阵安尼哦啊，过这日子这风景，晒过看到这风景有够好啊，一个留念，一个纪念啦。三地共同，甚至是五地共同，带做伙佚佗的景象实在真珍贵，而且可以当用五折介绍来自大吉国潭地区的五星级知名饭店。因此，真水郑清顺专家也推荐馆内有三四个地共同的乡亲，都应当踊跃带着专家来自国潭佚佗。记者金木山采访报道。